预告，晚单喽。300公尺处，上左转。我是屏东人，今仔带大家来去屏东门丹大吃一顿。啊，去北海的冰华，啊，今仔无开，拜无开啦。这是有名的什么？小林冰烧，门丹的红豆饼。好，今仔隔壁的红豆饼，今仔有开啦。你买一粒嘛会使？买一粒嘛会使哦。啊，我无啦，我买两粒啊。买什么？红豆啊，龙红豆吗？啊，你有够啊，龙红豆，一个红豆，一个奶油，什么叫奶油加珍珠？好啊，奶油加珍珠，一个红豆。一个红豆，一个珍珠吗？对对对对，好，谢谢。哇，啊，你若有卖这种贵的，贵州的安尼，嗯，啊，迄是叫现烤啊，哦，啊对。今日等伤久啊，拢会先转开。哦，我来这弄保温。哦，谢谢你。啊，没了没了没了，你吓，安尼多少？24块钱 ，OK。全家旁边就是那个很有名的臭豆腐。这间潮州牛肉嘛是蛮单真有名的店呢。羊肉嘛，有诶，老李羊肉，挖个冰沙，冰甜，阿国还臭豆腐了，终于找到了，豆腐看不了没有？有啊，啊，这几点开始？有敢有？有啊，有啊，好好好，安尼，你要吃看嘛？这种天然的吗？臭豆腐平常时看伫个人啊来，人客来时阵才开始煎。这包菜酸味很重，酸味加重。哎，安喏，你看看这是个，啊？今天未歹。今天未歹哦。嗯。所以这是个，好赞。这人包人换走了。我个来去找古早味的烤鸭底，甲条菜丸啊来吃啊。所以呢，这是啊，屏东的菜丸啊，这古早味的。什么内底料是啥？啊，你吃看嘛，知？内底料是啥？好吃吗？内底料是啥？我个人菜啊，我个人菜哦。个人菜啊。个人菜，一份菜丸啊。伊唔是蚵仔啦，伊都无蚵啊，你是要叫蚵仔？这菜丸啊。胡椒要吗？好。啊，迄样，迄叫烤鸭底。烤鸭底。烤鸭底哦，不是鹅底哦，烤鸭底哦。哦，来。这阮台南无的，因为阮台南有鹅啊，吃无鹅啊。对啊，这无鹅啊，这寿司的，寿司的哦。好吃吗？哦，等于拢高丽菜。哦，袂歹啊。加红菜头。那我真细汉拢食这啊。所以这个人较巧呢。所以讲，遐个材料啊，甲熟透的变一粒一粒变做菜丸啦。嗯。啊，甲用做一个烤鸭来底，叫做烤鸭底。啊，这偌侪钱？你拢三十。我拢三十哦。哦，然后咧卖饭汤啊。阿辉啊，饭汤。饭汤伫万丹真侪，阿辉啊，即间算袂歹食。所谓饭汤是将饭解掉好，然后再将了有料的汤解淋起来。你看阿辉的生意做好呢，啊，这位就是骨力的阿辉啊啦。阿辉的饭汤有饭汤啦，然后肉燥饭，伊讲伊的猪脚很好吃了。
还有板条啊，要来猪脚啊，本汤节本汤节节啥板条哟？干板条啊？几啊米一点一整钱都无啊？啊，所以我即摆食啥？饭汤加加肉丝饭啊，饭汤加肉。哦，用一个大的饭汤给咱啊！哎，就是看到底我都已经做过一款了嘛。嗯，东西很多吗？哎哎，来了来了！哎呦，好像很大，我一碗呢。啊，饭汤，哦，大碗的饭汤。你饭汤里底是什么物件？什么物件？哈，一堆啊呢。黄芦吧，有迄个，你夹看我啊啦，我来特色啦。嗯，谢谢。这个。哦，这猪脚跟卤蛋。大姐，来饭汤有啥物？哇，阿姨这用这种一次性的这种伤脑筋。叫木库哈西，好嘞，木库哈西，来。设计是咩啊？啊，这有崩吗？这普通家人的迄个粥是不太一样的，他是把那个饭先盛好啊，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放上去。那板单弄上几滴？板单健康刀啊啦，上盖水啊。那不是够几滴？哦，晚餐起滴嘛，我都没把注意到嘞。好是哦，哦，我那水果我来吃看卖。啊，你今麦要吃这个猪脚吗？嗯。啊，滋味是什么？冰冻就是起滴最唔好，慢慢猪脚。慢慢呐。慢慢猪脚，啊个大细间咧煮煮物件，拢有拢有控猪脚。安怎？这？嗯。好吃吗？嗯。有暖、啊，哦，恁开啊几点？恁是拢开啊几点？暗时到六点啊，早餐六点到晚餐六点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啊你面都无啊，粿也无啊你。天哪，粿十粿拢卖，因为这边太少哩。啊，粿十粿就无卖啊，啊，三少你就无卖。阮的小菜你若下着，派去，咱即马是直接甲你等咧网络上甲你写去，无甲你讲。安尼哦。哎呀，所以注意。因为柜台那遮多啦，免钱的哦。喂，什么免钱？我昨要吃你四千嘞，免钱嘞。哎呦！一斤多少？一斤二斤算十五。哦，差多少啦？给它差掉啦。鲍鱼啊，鲔鱼啊。鲍鱼哈。系啊，这种鱼啊，本身就是有鱼啊。你鱼啊，啊你一定要炒肉，你点。啊，炒肉好，尽量吧。哦，老板，谢谢哦。哦，阿哥，这瓶阿这是啥？这是这个是本汤啊，阿肉燥啊。肉燥。对啊。大骨汤。大骨啊。对吧？大骨。大骨，好好好。大代啊。对啊，第三代。你是早间吃的吗？没没啊，我婆婆啊，我是儿子吃的啊。哦。啊，就个个王林家要吃吧？对啊对啊对啊！哎，你有三代啊呢？对啊，我是做三代，我已经做三十年了嘞。啊，你哦？系啊系啊，连我婆婆做甲近三十年啊，足近嘞，时间都过。对啊对啊。哦，谢谢谢谢，来你这卖安尼哦。这一罐是绿豆露。这个绿豆露啊，这个是冷泡茶，这得行代志的个。哦哦哦。对啊。啊，这绿豆露。对啊。好好好，饮用前要摇一摇。对，啊、我那个冷泡茶不用啊。无啦，你阿辉，你来摇一摇。我啊，我摇摇，我这大口掉。你要先摇一摇。不用啦，来，我请你啉啦。师傅，你要摇一摇。哎呦，你要看老板管我。来、哎，给我，你要摇一摇，你人要摇一摇啦，不是。好，安尼，伫万丹一定食伤多啊啦。